阿通常，樓下康間聽到好嘈，就報警。行必火嘅上嚟睇到，就係咁。 俾阿师姐，我唔知点讲，我净系想帮手啫。大老板差人，有人会死。 之间，人命喺你手。师姐啊，我冇事啊。
撞到啲嘢咋？死者見到兇手好驚，兇手見到死者好嬲，佢哋係識噶。上嚟埋啊！咩都嚟，拱手好嬲，好嬲啊！喂，十，我做乜鬼啊？咩呢个呢件？我做乜唔敢做？死者求饶，拱手唔嚟。咁大嘅仇怨，一定系曾经好深嘅感情，好多事嘅出卖、信任、出卖、信任、出卖，唔止系一世嘅恩怨嚟嘅。揾唔揾到啊，师姐？下边家丁等你啊！大佬，啊，你看到啲乜嘢？一个人乱咗夹断一齐死，有个女人会救个凶手。你找到个女人就找到个凶手。那个女人有个特征，佢断咗只左手。你回去查下医院，看看有冇个女人最近断咗只左手。
先跟你说，我只想帮手，你既然能自首呢，要什么敌人死的？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啊。那印度人在哪？一定回来找个女人。教师嚟嘅，你之前识过印度人噶？点解你要帮佢走啊？我唔知点解，我识佢唔够一日。但系觉得好似识咗佢好耐，好想帮佢。我真系觉得好奇怪，搞成咁我一啲都唔后悔。
搞掂啦！你要当唔识我，咩事都冇发生。如果我嗰日再打個反，會點？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啦。多謝曬。You look at me。要马，